响应交通部观光局举办的台湾自行车节，特别设计台湾奇迹奇遇福尔摩沙环岛活动。2012年11月10日上午8点半，全台总共有10个团体，分别与9个台湾代表点同时出发，进行9天8夜的环岛之旅。第一团的产业媒体团与第二团的商管联盟团于台北市政府出发，其中第一团以顺时针方向前进，每天都会在中午跟晚上的时间与逆时针进行环岛的9个团分别交会，互相打气，分享心得。产业媒体团第一天就挑战北宜公路，一路从新店到罗东，毫不畏惧那令众多车友害怕的9弯18拐。奇遇福尔摩沙第二天，各地天气跟昨天出发时有了明显的变化，进入了偏凉的气温。早上产业媒体团成员都升等到了头等舱，从苏澳新站搭火车前进至花莲火车站。后天空微微飘着小雨，团员们战斗力十足，就在小雨的陪伴下抵达瑞穗，与第一天就挑战寿卡斗志高昂的港星团相会。凉爽的天气让传言中第三天容易进入撞墙期的状况一点也没在团员们身上察觉，今天真是个舒适的骑车天。产业媒体团从花莲瑞穗出发前往台东之本，一共123公里的路程，中午抵达池上与建大轮胎团相会，两团互相叫嚣提振士气，接着补充了新鲜的初入鲜乳后直奔至本。晚上与乐龄团相会，互相交换骑乘心得，并分享花东的美食美景。一早产业媒体团忙着整装，依依不舍地离开温泉乡之本。有一种遗忘的节奏，有一种
要迎接寿卡的挑战难免紧张害怕。寿卡是南回公路的最高点，海拔460公尺，爬坡总长20公里。在登寿卡前，于大武与刚从寿卡下来的友爱无碍团相会，看到友爱无碍团不畏艰辛只为圆梦的毅力，深深佩服着，也给自己更大的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就这样翻越了3个小山头，兴奋地在寿卡派出所前跳跃。刚刚我们友爱无碍团，他们用手摇车刚刚从寿卡下去，大家迎接他们，大家很感动，我觉得这个很棒。晚上在四重溪与亮女团相会，亮女团对于明日的寿卡挑战蓄势待发。9天完成环台的挑战任务。骑驭福尔摩沙第5天，台湾也骑了快一半了，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力量踩踏，对台湾也有了更深的情感。产业媒体团今天从屏东挺进高雄市，虽然短短100公里平顺无波，但却是一趟逆风之行。这段路程就像是生命中遇到的关卡阻碍一样，靠着团员们彼此加油，众志成城，坚韧地完成今天的逆风挑战。晚上在美丽的爱河边与大方秀恩爱的间谍情深团相会，感受伴侣两人互相扶持环岛的甜蜜。间谍情深团多数是由福伦社员组成，高雄福伦3510也特别发起陪骑活动，让间谍情深团感受福伦社的热情。福尔摩沙第6天，团员们的情谊在这几天共同奋战过程中也越来越加温。忘却城市的纷扰，一行人沉浸在骑车的世界，多么希望世界就如此运转下去。高雄到台南的路上，车水马龙的景象与东部山水环绕的美景大不相同。沿途收集的加油声，不论骑到哪里，感受到的热情却都是一样的。台湾最美的是人，这也算是身为台湾人的骄傲呀。
班要从嘉义骑往全球自行车的故乡台中，离环岛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了，感觉快圆梦了，但却又有那么一点点依依不舍。历经了北移及寿卡，西部的骑行对产业媒体团显得轻松。迅速抵达目的地台中，团长也就是巨大机械罗执行长加码邀请大家去吃牛排，慰劳连日的疲累，也为即将结束的旅程写下欢乐的团聚。奇遇福尔摩沙第八天，雨神在全岛发威，气温也骤降，似乎想给团员们来个最后的考验。太容易的挑战让人容易遗忘，而今天相信永远都会在大家的环岛回忆录上记上一笔。我们一起去骑单车小悠悠，还有什么能更快乐。单车环岛看似人生中的一部分，整个过程却像是人生的缩影，有上坡，有下坡，有顺风，有逆风，骑过一趟，对人生也多了一些启发，一些成长。我们走，一起走，单车环岛去郊游，那是心灵最真的感受。我们走，一起走，跳出人世间。福尔摩沙第九天，今天依旧是下雨湿冷的天气，12度的低温让团员们都失温了，磅礴的大雨淋湿了车衣车鞋，但团员们双脚踩踏的频率依旧不变。这伟大的旅程就要完成了，成功的欢呼声在心中响起，离别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累不累？不累。奇怪，我很累，我讲到什么都不会啊，很厉害哈！这个恭喜大家，非常不容易，九天八夜，而且我们特别安排了东北季风，还有下雨啊。当然，我们安排两个最强的队，一个是产业媒体团，第一天就去爬北。另外安排三晚的这个联盟团，最后一天搬回来，所以恭喜大家顺利完成任务。